各位乡亲粉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。今天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僵尸模组，没有错。今天我们要来找红 buff， 上次太恐怖了，所以我等到白天再来寻找。那我后面这一只就是我们的蓝 buff 兄啊。可是红 buff 应该长得跟他一样吧？不知道红 buff 到底在哪里啊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。这一次的喜欢我们就按到9356。那为什么是9356？我们很多观众非常的聪明，都猜得出来。大约预计呢，有80%的人猜得出这一题啊。那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呢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想要支持阿金的人哦，也可以加入 YouTube 的会员，那我就会把你的名字写在影片的最后面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好啦。茫茫大地图里面要怎么去找这一只红 buff 呢？等一下，后面那一只是我们的红 buff 吗？蓝 buff 长这样，红 buff 就长这样子。好，也就是说我把他杀死，直接远远偷狙啊，他就变我的人马。我嘞？好像狙不到，过去用冲锋枪打他好了。来走这边，走这个铁条。好 ，Go， 换一把厉害一点的枪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哇嘞！等一下，哇嘞！旁边有僵尸，哇塞！他直接揍我一拳，完了！走开！哎呦，这个红 buff 凶的。啊，我的蓝 buff 怎么卡在那边？赶快回去！来！哎，我这边安全的吧？来啊！哎，他们不敢走这个铁条啊！哼哼哼！火箭炮伺候，呼呼！来啊！很屌嘛！我就不相信这样轰不死你啊！一发，两发，直接红 buff 实测了，三发，四发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打不死？五发，好像生气了哦。六发，七发，八发，哇嘞！九发，十发，哇嘞！打不死，他离我越来越近了，你不要过来。哇嘞！哦，他是不是想要走过来了？用雷射枪看看，哦哟，充能！哎、欸，这个红 buff 打不死啊！我、哦、不管了，先打！哎哇，不小心摔下来，他现在很努力的冲过来要打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坐缆车逃跑吧！等一下，丧尸的世界是有缆车可以搭的吗？我还蛮好奇这个问题。哎、欸，有缆车哎、欸，有缆车我。我的完蛋了，我这样还可以爬了回去吗？啊，可以，我们这边可以搭吧？上缆车，来喽！开门，走！啊，搭这个缆车还要钱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哇，外面一群人啊，你想干嘛？那我可以搭免费的吗？我直接爬上去？哇，不行！人来了！哇嘞！什么时候来一大群啊？赶快！好家伙，现在是白天呐、啊，白天都是这种走路很慢的僵尸。先全部干掉！哇嘞！走开！你们全部走开！哇嘞！哎、欸，他走了！哇！哇！我的缆车，我缆车就这样走了，走开。不过话说，红 buff 在这边啊，他卡在半山腰，他真的射不死吗？
来，我们绕到上面去打他。但是我先把这边的僵尸给，这边丧尸只要爆头就死了。可是红 buff 要怎么打死他？叫我们蓝 buff 去打他。没错，就是这么一个回事。蓝 buff 你去打他，先把我们的蓝 buff 召唤过来，然后来啊！哎，我不要再摔下去了。哦，两只打起来，两只打起来，打去打去打去！哎，你们不要，我在当观众，你们不要那个啊，偷偷来的、啊。他们现在那两只应该打得很爽啊。等一下再去验收成果。哎，你上来了啊，红 buff 嘞？哎呦，红 buff 干嘛？好，我们在这边等他。他想要上来揍我们呐、啊！这只红 buff 好像跑比较慢呢、欸，要怎么收服他嘞？哇嘞哇嘞，先跑先跑先跑！哎呦，想揍我、啊！哎、欸、哎，我、欸哦、打起来打起来！哇嘞，吼吼，哇塞，红蓝 buff 在打架，你们没有看过了红蓝 buff 啊，完蛋了！哎呦，丧尸跟那个一起。你们不要这样子在旁边乱，哇嘞！找一台车啊，碾他碾他！这种怪好像都要用碾的。上车上车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好像开得动。哇嘞，这开不动吧？碾你！哇，没碾到，完蛋了！我要被拖下车了！不要！哇嘞哇嘞！啊，不要掐我头！哇塞，他直接把我拖下车啊！哇，哎呦，来来来来了！哎、欸，蓝 buff 不要挡啊！开别台，开别台。Hello， 你怎么在这边啊？哇，刚才那个大爆炸，可惜没有炸到那个红 buff。来，走走，跟我一起下山。哇嘞，完蛋了，不是要从这边下山啊？哇，完了，完了！哇塞，哇嘞，哇嘞，哇塞，超痛的！救命啊！哇嘞，哇嘞，哇嘞，怎么死掉了？啊，也是，遇到这么大的冲击，不死也蛮奇怪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很好。一出生，我的蓝 buff 就在旁边了。那一只红 buff 嘞？还、欸、在山上吗？如果还在山上的话，就麻烦了、啊。揍你啊！我这只蓝 buff 好像都不会帮打的哟、欸哦。我的红 buff 怎么突然跑出来？哇塞！哇，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啊！哦，他加速起来，先跑，先跑再说啊！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！咦，你没办法翻墙，对不对？欸、嘿嘿嘿嘿，上来呀、啊！我让他们两个先打。哎、欸，哦呦，哇塞，红 buff， 快，红 buff， 蓝 buff， 可以吗？要打赢他吗？打下去，打下去！我在这旁边观战战好吗？哎、欸、呦，哦，喂、哦，哎、欸，想干嘛？又想要偷打我啊！我交给我们蓝 buff， 蓝 buff 应该是打赢他、啊。蓝 buff 出力啊！吼吼吼！打到他，打到他！哈哈哈！哎，哇塞！你我要加入这场混战啊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吼吼吼！来啊，来来来，我当过拳击手的啊，躲过你这一拳。来来，我躲我躲我躲。来、啊，你出拳，你出拳。哎呦，等一下这丧尸来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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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打够了没啊？哇塞，哎、欸，他力量超大的、欸。哎呦，红 buff 这样不好处理啊。哎、欸，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，赶快躲起来，赶快躲起来。我必须想个好方式啊！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这样他都做得到，他是怎样穿墙拳啊？
我必须出一些狠招了。粘蛋，粘蛋总可以炸爆你了吧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引爆吧！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谢谢你们，就这样。